的。也愿意。今天呢，即将带来非常多首歌曲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首歌曲啊，关于告白。我今天自动自发一点啊、哦。那因为第一首歌曲，大家看歌名就知道是一首啊、我男朋友当时跟我告白的歌曲。那你们可能会想说，关我屁事啊、哦。Thank you.
祝大家幸福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差点交了一个外国的男朋友呢，差点滴滴。你笑什么？祝你一帆风顺，事事如意。史密斯太太敬上。结婚了。二等兵林耿贤，这边有你的信。终于收到了 ，Sandy 从美国寄回来的信。赶快来看看吧。比尔耿贤，比尔吧，你不是才刚去美国留学吗？没问题吧？最近好吗？当兵很辛苦吧？听说工作非常多，要一直打扫、割草、捡肥皂。绝对不是啊，到底是多刻板印象、啊、我已经来到美国一个多礼拜了，你不在身边，我真的好不习惯哦。我也是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再过两天就习惯了。好快，再过两天就能适应了。虽然我们现在分隔两地，但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你在台湾当兵，我在美国留学。我知道，是两颗心的距离吧？而是你在台湾当兵、嗯，我在阿根廷留学。实际上的距离，阿根廷的确是在更远一点，没错。纽约这里真的好大哦，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，拥有五个行政区域，坐拥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港口之一。不过特别的是，有一个奇怪的雕像，全身绿绿的，还高举着火把。这种女神啊，为什么最有名的反而不知道？来说说我这边的生活吧。外国的学生真的比台湾开放热情许多哎、尤其是男女感情方面，我都差点交了一个外国的男朋友呢，差滴滴滴。你笑什么？后面的差滴滴滴怎么回事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才不会做出兵变这种差劲的行为呢，我一定98%不会乱来。为什么保留了两趴的可能性？还有不用担心亚洲人会被霸凌的问题。我现在已经有一群好朋友，只要我有困难，他们都会挺身而出。那就好。只是收费有点高。不要收费，不是勒索。话说，美国的物价比较高，在餐厅吃个饭啊，大卖场买东西都比台湾贵。尤其是面粉，小小一包30公克就要好几千块。面粉有这么贵吗？而且买的时候要偷偷摸摸的，不然被警察发现。绝对是毒品吧？不要乱买啊！总之我在这边过得还 OK， 你可以放心。完全没办法放心啊！我写这封信除了说说近况以外，主要是想要告诉你，我们已经交往这么久，年纪也都不小了，也见过彼此的父母，我想该是时候分手了。分手？不是要结婚吗？你没看错，是分手。为什么？不会吧？我知道你会很惊讶，也许你看到这边会惊讶到双手抱头，往左边走两步。完全猜中了。原因不重要，我先姑且不提。提一下吧，原因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分手了，绝不反悔，义无反顾，吃了秤砣铁了心。太强调了吧？为什么这么强调分手的决心啊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还在形容？还在形容？所以不要再跟我联络了，我会换掉我的星座跟血型。怎么换？手机跟住址吧，怎么换？你人很好，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，未来你一定可以过得更幸福。没有你，我怎么可能幸福啊？祝你一帆风顺，事事如意，史密斯太太敬上。结婚了。